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 Dan. 最近在韩国每天都会有 2-30万 的确诊案，累计超过了1100多万人确诊了新冠肺炎。也就是说，韩国每5个人就会有一个确诊者，而韩国各邀圈也不例外。每天都会有 idol 们确诊的消息。但是，截止到2022年4月2号为止，韩国有两组8位成员以上的 idol 团体，没有一位成员确诊而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关注。到底是哪两组呢？我们马上来看看。 首先是 TWICE，TWICE 是由9位成员的女团，人数非常多，而且从去年12月到最近，在国内外举行了多场演唱会，甚至在美国的演唱会更是创下了单一演唱会亚洲女性歌手最多观众数的记录。都这样了 ，TWICE 也没有一位成员确诊。根据有关人士表示，这是因为除了练习室跟宿舍以及少数行程之外，哪里都不去的缘故。 然后是更厉害的组合 NCT，NCT 一共有22位成员，人数非常多，所以相对比起别的男团女团，确诊风险也是非常高。但是截止到今天为止，却没有一位成员确诊，真的是又神奇又厉害。根据有关人士表示 ，NCT 不管是练习也好，出席行程也好，都会非常严格的做好防疫措施。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两个都是行程很多的组合，难道他们都不出门吗 ？NCT 都有20多人了，一个确诊都没有，太神奇了。希望能彻底做好防疫，直到最后都没有人确诊。对于一位确诊成员都没有的 TWICE 与 NCT，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出现在韩联社的Semantic Error。很多人应该知道，韩国社会对于 LGBT 是非常不开放的。所以说，虽然是网络剧，但是 Semantic Error 的制作与成功，真的是让很多韩国网友们都惊讶了。结果今天，韩国正规的新闻台 Yonhap News 也播放了有关 Semantic Error 大大成功的消息而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热议。当然，虽然也是有什么都不懂的孩子们看了会怎么样呢？反对美化同性恋的电视剧很恶心，这种负面的留言。但是大部分的留言都是连新闻也播放，可，真的是活见。 韩国比我想象的还要开放，话题性太强了，就这样进行第二季吧。男生之间又怎么了？这只是人跟人之间相爱呀，太有趣了。K romance， 请使用别这个单词吧，不能骂看的人，也不能骂不看的人，就这么简单。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在音乐节目模仿小时候的自己的여자아이들。미연 미니 소연 우기 슈화 김영서 나 잘생겼어? 미쳤네 100번 들어도 토할 것 같아